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拉座，今天呢又来给你们分享生活了。我呢现在在吃这个午饭，我今天呢准备回去了。我二姐的话，我那个孩子还没有出来，所以说呢我先回去，因为我二姐不是来了吗？所以我今天就先回去了。现在呢就我和我二姐还在这吃。我们两个现在呢已经下来了，因为我姐姐的一个社保卡的话还不能用，然后呢我们两个准备去那个银行里面看一下，这样子的话，等孩子出生了的话，那个医药费的话它可以报销，所以说先去银行那边看一下。这个天气好像又要下雨了。哎呦，这个银行卡的话，农商也不是在那个。现在呢已经到墨红了，然后他来接我了，然后现在呢我们两个在这儿加点油再走。他在那边加油。现在我呢已经到我大姐姐上面了，然后我大姐托我买了点东西，然后现在在等那个大姐家的孩子过来拿。这个是黄豆粉，然后这个是我买的水果，给他们分一点。我们两个现在呢坐在这下面，他们好像还没到，他们又从这边上来。看我大姐家的大儿子已经把东西背走了，我们两个也往上走了。这个天真的太热了，买的桃子。这现在呢已经到这个家上面了，我的话这一段的话我走路上去下去，到这里了。现在呢已经到家里面了，然后把我那些脏衣服弄来洗一下，最近下雨，这个水是不缺的。